有了高科技后，当学长再一次掉水里，我操！我操！我上不去了，我他妈上不去了，我追不上的，哎，给我弄出来！我不想点错回。夜探，狗熊岛，这没整没毛病啊！啊，给给给，我的给！宇宙，你带头灯了吗？头灯搁这呢。谁带那玩意儿？我也带。我告诉你俩，嘚嘚。这啥？也没。拿走。来点，来点。我他妈就说白天来，他妈黑区啊，让大熊踹一脚都不知道咋回事。都不知道谁踹的。等会儿，你俩稍微等我一下行不行？不等，不等，不等。来来来，快来！我去尿个尿。那你这挺烦人呢。我照着你尿呢，江叔。尿吧。那我得回避一下了，那我。鱼豆，快看他尿尿。这块说的什么呀？这是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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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 no 什么？还是不认识？哎呀，我懂。Victor, Victor, run! No, no, run! 你听，那三边那不是等一下的意思吗？是吗？不知道啊。我懂，你就说你想看我翻译哪句吧。人家说注意，可能是危险的意思。这大感叹号吗？这不是 ？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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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! Out, out, out! Get me, get me! 懂不？懂的。哦，哦，大概是懂。走吧，咱俩先进去吧。走走走。我江叔可以向你俩保证一件事情，我绝对没有洗手，好吧？最快的速度了 ，OK 吧？不是说天马上就亮了吗？谁到了？江叔你怎么忽悠人啊？非得要那个树砍不了去呀？我试，我试试，我试。你俩看牌子了吗？看了，看懂了。隐形岭啊，你俩走了是吗？我走了。你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等等等等。太他妈黑了，江叔这不睡觉，真醉了可。马上天亮了，我操，吓死我！我寻他妈大熊来了呢。啥呀？那嘎就有个人熊啊？没有熊啊这。咱们咋没做弓箭呢？早就忘了。咱们拿根小破棍儿就来了。哎哎，这有牌子，这牌子。这块是直路的。什么奇怪牌？看不懂啊！一二三四五，先从二开始呗。二搁哪儿呢？走走走走走。后面这儿，这不是来时的路吗？天要亮了，要重走来时的路了吗？江叔，从这坡上去呗。好像是吧。合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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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来到指示牌了啊，兄弟们，我紧张啊！你们一紧张，我一紧张。江叔，你屠过熊吗？后面是一跟二呗，一跟二，从这走走。这边。屠熊。还用说？我操，这个为啥发光啊？这个树，那是早晨的阳光照在了上面。没文化的样子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熊是熊，前面有个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他江苏为什么有弓箭呢？啊，为什么咱俩没有啊？谁到了？你看，跟他打死了。我操，江叔牛逼，优秀，把那个这个大熊的头可以放回到那个是那个什么战利品板家里，对，好。二江叔，你给我俩毛病，等会儿。哎，这里有一个什么，就是有人住在过这里。哎，这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我给你念下这英语啊。我们俩不听吧。黑子那个 super。哎呦，我江叔，你快拉倒吧。黑子把 FDL send out。Dish 好像是从这儿走是吗？快快快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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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苏 come on come on。 对，应该是从这上面走。不是江苏，我说你给我俩毛的意义在哪儿啊？你怎么有弓呢？啊，我刚做的呀，刚才做的吗？啥意思？上厕所做的啊？我不沙河豚做的吗？那我俩咋没有呢？不知道啊。那背包没有。完了完了，来了一个。豆姐是不是在下面等着啊？这啥地方？哎呦我这不，哎呦我！等会儿，到这儿的时候说一下，局长，一会儿看看豆姐怎么突出啊？啊，好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！我也要死。
学长呢，学长只有这条道，别人都走不过来，我试过了。我走姐，这边，这边走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学长，等会儿，学长。哎呀，来，学长来。哎，这里有人。这里应该有人住吧？哎、这屋子想走这屋子。这边，咱们先上屋子来瞅瞅。这毒性不是很强，我心我掉进去一下就得没了，我他妈第一下掉进去了。需要一个灯泡。需要一个灯泡，记着点啊，这边需要灯泡啊。哇哦。生物精炼器。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需要一个锯子啊，捡到字条、啊。需要一个锯子，需要一个灯泡这块啊。这不是个锯子吗？这块需要一个锯子，需要一个锤子，需要一个锯子。需要一个布鲁诺扳手。跟锯子。得先找到扳手才能获得锯子。走走走，第一个线索有了，来。我操，又黑天了，黑这么快呀？没黑，没黑。没，第二个，第二个。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？上去上去，是不是上去啊？上去上去，上面不会有大熊吗？那上熊都得这么上，高一把掉下来了。我晕呢。我也有点晕。哎呦我怎么都吐了，这么转圈老恶心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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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行了。我也不行了，我也要恶心了。也是。完了，走不动道了，不行了，江苏。哎，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他应该上下面去。对，这个椅子带不走吗？这椅子。这是发电站，这是。四条。我操！广播站启动了。启动的第一个。啊、第一个启动了。一共有三个。嗯。我能跳下去不？我操，真不想钻下去。能。哎，这小椅子没有是吗？没有什么东西。上面呢？我真跳下来了，没掉血。上面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是吧？下来呀。在哪里呀？哎呀哎呀呀、哎、呀呀！瞬间落地。你这掉血了吗？好像没掉。一个两个过完了，咱得回去原路啊，不能吗？哼，看有没有别道，走走走走，看有没有别道。这边有道，这边道。何必原路回去啊？不行啊，这都拦上了。你们过来了吗？哎呀妈，这边是海呀！哎呀，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！我要死啦！不是你们原路返回了啊？我又回来了。在哪呢？在这个门口呢。哪门口啊？这儿呢？那一都是毒的那个地方的门口啊。那你咋啊？我这下面大熊。我从毒那块过来了。啊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我也过去。我看徐亮嘚嘚，我在后面。对不对？你也不能从那儿走，你看鱼队从那儿走。哎呀，过不去，徐亮啊。只能从那儿走，但是咱俩已经过了好几个了。你看我从这儿走，这没毛病吧？这。啊我踩完就塌了。学长，学长全踩了。江苏在学长踏盒过来的，那塌了。哎，这块好了，这块来了一只。哇，大熊！等会儿啊，兄弟们，看我用那个什么，我给你们这武器不是说白给你们的，你知道吗？让你们看怎么使这武器打法。啊！教你们一个与熊搏斗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